这是宝宝的头啊、哦。嗯。这是肚子的横切面啊、哦，宝宝肚子的横切面。在动来动去，是的，这是大腿的骨头。嗯，头跟脑部的构造哈。嗯，18周6天啊，好吧。好。看到他的手手吗？儿子哈。嗯。这个是男生的特征。嗯。三角形那个哈。你最喜欢的吗？是什么？喜欢弟弟哦。对啊。心脏在中间跳动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吧。OK， 预选在6月7号左右。好，谢谢。哪里？